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匠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圆，只会野人。好事。哎，志哥，啥事儿？你那个百日豪第一名奖励了多少钱啊？记不住了。太多了还是？300多吧。那百日王是个打个的，那是的。嘘，前面有坏人。下一把带你啊。不用带我，你们打我。完事儿。你们打我。下一把可以带你。不用带我。带我不行，带我。他们搁山坡上呢吧？五个人呀，过来了过来了啊，攻过来了啊，跑啊，过来了，来人了啊，他们跑了，我雷全放了，别出去啊，告诉你小妈，这位置呢，告诉小妈前方有危险，告诉小妈别告大妈，跑这边去吧，前方有危险，大熊跑你那边去了，跑你俩中间，你俩就打，漂亮。漂亮。硬币人出来打他，趴下打他，打他俩脚，打他俩脚。在我后面呢。就我标点的位置，趴下打他脚。趴下打他脚，搁哪打的大熊啊？哎呀，我搁墙后面。哎呀。稳住啊，完事儿全灭。